看来我要开始写诗了。哦，现在可以写诗了。选择你最爱的不远，可能喜欢的词语。20/1是啥意思？要选二十个。先选爸爸吧。爸爸，那甜美的笑容。爸爸啾啾嘴。哟，很会分析。而且爸爸的婚姻也不错。心动动，左下角的表情是有关系的吗？怎么感觉都是一件很神秘的字啊？爸爸要选哪个字才好嘞？还有一个这个。朝着梦想前进的心，很喜欢喝牛奶。这边都不是很好的字，我们就选一个，选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不好的好了。棒棒糖。彩虹，希望，这些字是啥鬼啊？我要越来越看不懂中文喽。愉快。祈祷，卡哇伊，神嘟嘟嘴，谢谢2个月，嘿嘿嘿，爆炸输出，完全不知道要选啥哎，20/18，摸头杀，璀璨头发，生动幸运，闪亮亮。耳机，最后来一个宿命好了。Mustang FX， 感谢2个月，当臭脚仔忘记退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再当1个月。又见面啦，看了这些，是时候拿出我昨晚写的这个充满了意境的诗，要说话算数喽，耶！现在我来读他的诗喽。别担心，我真的不擅长写诗。The way you grow slaughter my plants in the morning, it makes me feel like you missed me. Kissing my for hater to help me out of bed。 这是一首写给阳光的诗，谢谢你太阳，美妙的阳光。该去准备早餐了。不
不要这么严格，还是尽力了。好，好吧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我不是说这首诗不好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结果还不错，我觉得其实可以。这很杀死你。好吧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诗。Monkeys can climb, queen cats can leap, horses can race, owls can seek, cheetahs can run, eagles can fly, people can fly, but that's about it.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雄鹰能够飞翔啊，这首诗我觉得不错啊，很像是课文里会出来的东西。比如说我在每句话的末尾都设置了韵脚，哦，但随即就压出了韵。哦，看起来你好像，哎，很奇异，这很奇异。话说回来，你想现在读我的诗吗？别担心，我不是很擅长。他是不是在装啊？明明就很会写，还在那边装。好，那我们来读读看吧。看起来挺普通的。It couldn't have been me. See, the direction spoke potons, a noisy nearby, an angry boyfriend. I will never know.I wasn't home。 他写的字太丑了，我有点看不懂。墙上的洞，那不是我的错。看那墙上的凸起，是吵闹的邻居，生气的男友。我哪会知呢？我也没抵触。我向内窥视着，啊，我的眼睛亮亮的，哦，我才意识到我是向外，哦。那么你觉得如何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哦，最终结果就是风格与表现力都被……谢谢你的建议，谢谢你的建议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专家是怎么写诗的，到底专家的诗是怎么写的？从来都没有读过英文的诗，我们这一次来好好看看专家的诗是长怎么样子的。他写的字太丑了，看不懂啊。我卷曲的长发竟然在路灯的琥珀光下，是这个吧，在时光的冲刷下。最后一盏街灯尚不曾被未来那恶心的青绿色吞没，我静在光下冷静着吞吐着，我方唤醒。哎，他写的字太丑了，不是他的字真的太丑了，我有点看不懂。点点点，抱歉，我的字写得太差了。没事没事，还是有几个字看得懂的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至少还是有几个字看得出来是在写啥。实际上，故事和幽灵完全没关系，看的这些。我知道啊，但我的角色好像不知道。真的吗？我肯定完全理解错了。毕竟你只是浏览了一下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诗人常常会在作品中表达他们的思想、情感以及经历。啊，就像是五柳先生跟这个五柳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这个雅亮跟那个绿豆糕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